上错网多花钱，美国免签 ESTA.GOV 才是官网。哦，你们资讯很差哎！来，你们看，旅游去美国观光和商务考察不用签证了啦。是哦，这本护照有够照。台湾民众享有赴美国免签证待遇，不过可别花了冤枉钱又受气。读者田娇姐爆料，她上网申请免签，付了台币2122元，后来才知道申请手续费只需要14美金，约台币406元。原来她上错网了，连到了民营业者的代办网站。如果上网查询美国官方办理免签的旅游授权电子系统 ESTA 网站，结果前几笔都是类似 ESTA 的民营网站，他点进民营业者的网站办理，就被收了数百到数千元不等的代办费用。外交部表示，这是商业行为，并没有违法，因为业者有注明与美国政府无关，也将真正的 ESTA 网址列出，所以只能提醒民众注意，到网址结尾是.gov 而不是.com 的 ESTA 官网申请。事实上，民众也可以用 AIT 美国在台协会的关键字搜寻，进入 AIT 网站后，右下角就可连接到 ESTA 官网，民众可以直接进入有中文界面的官网填写资料。请注意，在姓氏栏位下填写与您的护照上一致的姓氏。也可以先看中文发音与中文字幕的示范影片，依序填写护照等相关资料。一般情况下，系统在几秒钟内会给出申请结果，申请批准后您即可去美国。动新闻祝您旅途愉快报道。